刚在今天我们老师的最后一首歌曲，它也是新乐团的《关爱北京》。那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首歌哦，当然觉得原唱是信乐的，你有听过吗？对吧？是信乐团吗？原唱信乐团吗？它原唱其实是陈升，对，那是之后信乐团把它改的比较摇滚一点的感觉。好，那就是《关爱北京》啦，送给各位同学，耶、yeah! ！